全红婵世界杯首秀，力压陈芋汐夺世界杯第一。2007C 在线水花消失术。近日，柏林跳水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，本次夺冠热门人选全红婵与陈芋汐。获得84.15分，全红婵也迎来了自己的难题，那就是2007C。但全红婵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只见全红婵在轻松地完成了该动作，这一跳获得92.40分。第五跳中，陈芋汐选择的动作是5253B， 在该动作中发挥得依然出色，犹如一根银针落入水中，最终获得81.60分。全红婵与陈芋汐选择的动作是一样的，这一跳几乎是完美的，无论是空中的动作，还是入水的水花处理上，都是非常的漂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